一二走，哎，好，我们要先来为了职场重要的戏要来练习吊钢丝。对，不要被暴露毕业典礼。一二走，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。请问今天要喝什么呢？你把它捞起来，然后装到400个位置这样。在400。哇！我也可以连锁了，好棒啊！我不准点手摇啊！这个做20杯会生气耶。这样我可没办法接现场的单。我今天要外送，我就会把铁门拉下。我一定会被客人投诉，而且一想到大家加料就好害怕。不要调整糖度跟冰块，拜托。二走，哎，好，我们要来为了职场重要的戏要来练习吊钢丝。对，就这样。不要被暴露闭眼睛。一二走，走。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来请下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。这就是蹦恰恰啦，蹦蹦恰恰啦，蹦恰恰啦，蹦蹦恰恰啦。对，就是这种念咒语的感觉。真的就是蹦恰恰啦，蹦恰恰，蹦恰恰。恰啦恰，蹦蹦恰恰，恰啦是七龙珠。出去。你可以先不用唱，没关系，你先把指法练熟。完全弹指法，我就不会唱。对，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。感觉有吗？有啊。就练吉他，练只弹这一首，只会弹这一首就好了。